这里是桃园原住民部落基国派老教堂，宗教白景，里面走一下，哇，在这边唱诗聚会，十年前没有机会进来，今天因为封闭了，居然还遇到神有把它开启，可以进来，实在是太幸运了。绕一圈，从进去里面再走过来，它是黑狗，叫阿乌。才能把我们做挽回祭，那他流血才能赎罪嘛，把我们赎罪才能把我们做了挽回祭。本来我们是必死的，但是我们就要承认他这个血。